说更新案如果是以更新会来组成，面临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人性的问题，大家互相彼此不信任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在那边已经住了三四七年了，其实都是很熟邻居，为了这样的一件好事让大家反目成仇。我们自办的，我们可以拿到一坪换到1.7坪，我们现在都还有面临，我们100户还有面临20户的钉子户。居民自己内部更新委员会的这个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啊，说服其他的居民，这样的民主过程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对大家32坪可以啊，那大家32坪的话是要出钱，那没有钱的你叫他怎么32坪出来？那你就是有没有钱的，你会就是我赶走他，你知道不知道？不管在更新会或者是在我们市政府的立场，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够妥与协调，协调到真的不要用公权力去把人拖出来的这种地步。为了要解决那个公共工程拆迁户住的问题，所以在台北市找了24处的基地，协助这些公共工程拆迁户到那个基地去建筑他们的这个住宅。这样子的一个住宅全是24处的部分。那因为当时为了要解决公共拆迁户，所以只是以基本的居住需求满足为前提，所以这些整宅的它的室内的坪数其实都 不高。大概最高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16坪，那很多都是8坪、10坪、12坪。那这样子的一个居住环境，从我们现在来看，当然是不符合居住的一个需求。政府放宽容积率，那我们就随着都更的那个好处，我们就可以都更了。本来是5层楼盖可以盖7层楼，后来就变成5层楼盖12层。那这样子都更，我们才有一点那个，就是说希望说能够变大一点点的房子。可是我们这个都更走得很辛苦。环境那么差，为什么不赶快盖？对不对？
也不过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让我们的子孙也住得好一点。我们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住得好一点，对自己厚爱一点呢、啊？这房子原本是这样子的啦，老早以前我就跟他讲，因为我也帮人家打扫，多多少少攒一点，孩子花一点，那我就说我们两个人的钱拿出来并起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不要不要，他就说不要不要，我也后来我也没理他，因为他那个心里一直想回大陆去。等到后来他糖尿病发剧了脚，剧脚的时候我哈、啊、就心有一点这样，他再开口我就要陪他回去，等到他太慢了，我就不用个性犟，我不愿意自己开口，等到他好像要急救了我才说，我说你只有你好起来我马上把房子卖掉我陪你回去，我这一次我就要愿意陪你回去，结果他就死了，他就没办法回去了。那如今叫我搬，我没有能力搬。为什么？我怕，因为福泽街房子建的时候卡在那边，哈、啊，我有了一次经验，我就怕了，我不想这样子。你没有给我保障，我愿意这个老房子住到死就算了。所以我不愿意盖。你如果改建的话，你第一个你的价值高很多，也不会这边社区也不会那么脏乱，对不对？那第二个，我对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是安全嘛，对不对？你这个房子漏水漏成这样子，你只要有一个人进来再继续漏，那个房子什么时候钢筋什么时候垮，我们不知道啊。嗯。所以我觉得。我是比他们要更强烈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不得不然的、啊，是这样子。开始是不是很顺利了？那后来因为不断的去沟通啊，慢慢，绝大多数人也都同意了啊，大概几乎是楼上的部分应该都同意，剩下楼下的部分，楼下部分是有一些人他不同意了。那因为他的原则是说，他希望能够更大，我也有讲过嘛。可是问题是这个是有困难，我现阶段的环境。不容许我再这样下去，因为我这个很惨，那个真的是三级贫户也不过如此啊，对不对？太脏乱，而且随时因为它那个长时的水啊，不断的滴渗，导致我这楼上的钢筋哦，我觉得都已经腐坏了。我如果这个房子不改建，我几年以后可能这个房子都会塌陷，都有可能。不是啊，我们也很尊敬你啊，老先生。我知道，我们是这不会，不可能的。要照了。那些公文弄下来了，我见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的话不太讲。想当年叫古灵头的话，枪头应该应该回头。你也参加过古灵头啊？怎么样啊？那时候带过三个了，真的，那边也有一个参加过古灵头的。哎，那你们是？哎呀，不要谈这些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些，没有心情的，很气愤。我的名字是不是啊？嗯。原来17.96平，现在分17.99平，他这个原来12点，分56平。张俊强哈，他说平数都没有，他说他17平。分到17平，那楼上有的呢才12平而已，他可以分到50几平。他说好，你说那多出来的他要买，对不对？那张俊权说他也愿意买呀、啊，为什么他不可以多买？其实他们也不可以，是他没有要。市政府既然敢核定他，而且市政府是透过公开的审议会核准他的，就表示这个内容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合乎法令的要求。那。
他说他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结果，但是他都没有去谈到一件事，就是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办了很多次的选配，那在法规里面规定选配只有一次，只有一次而已哦。为什么我们办了这么多次选配？你就可以了解，其实是给大家机会。那他们这些人第一次选配统统没有来。那因为这边很多住户可能会认为说啊，那时候房地产比较低迷，所以他就对这个要更新的这个整个意愿会比较低落一点。所以那时候确实在那个法令规定的选配期间，住户真的去选房子的人多。这个是自力改建，没有建商。你要盖房子是你自己要出钱的，并不是不用出钱。对啊，你自己要出钱来盖。那如果这么多的单元没有被选走，就表示一半的人不愿意出钱，所以我们办了第二次选配，让其他没有来选的人能够来选。客官啊，你家这的人哦，用办法老店哦，不好搞就好了啦，我们不爱去了。不是像伊呢吼，爱四五十平啦，咱无遐贪心啦，咱是爱保护狗就有啊啦。张先生，台语讲得好哎、欸，台语讲得好，一河洛人啊，过年来收尸啦，一河洛人嘞，对吧？一河洛人，他是大陆来的，你不是河洛啊？老兵啦、啊，他你是哪里人？哇，还怕什么？你是哪里人啊？哪里来的？福建。从哪边来的？不管他从哪边来的，大家都是在一起呀、啊，大家都是在这个土地，都是在这块土地生存。对，是同一条船的，没错。还有规定，我们不能两间，你就可以两间在楼上，你们就可以。哎呀，又来了，又讲同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弄。张先生讲新的，我再帮你录，录给他们听。要什么新的？你做好了。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好啊。啊那好啊，那全世界的人都要看的。张俊权他目前核定的这个十七坪，希望再买也不可以了。可以，其实有给他条件，但是我讲的这个可以是有但书的。这个但书就是当初在选配，其实大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嘛，就是说一户你只能选一户，那这一户至于这一户你坪数要多大，其实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来考量。你要多选可以，你要付财力证明来证明说你可以。那我们也有跟他讲说，财力证明是你们自己要去证。所以当初所有选配的人啊，我们还花了一笔钱请银行来做征信。有能力选这么大的坪数，就代表你将来要有能力付得起这个利息，我们才有办法让你选嘛。有同意来参加的住户，他都经过征信调查。这些还没有同意的都没有来参加征信调查，所以你说你要选多大，我说没有问题啊。在更新会的立场就是说，好，那你跟大家都一样来做这些程序，人家做过征信，那你也来做征信嘛，你证明说你有这个能力。那像陈先生他就说不用啊，有现金。可是你要证明你有现金嘛，你不能说你有就大家就相信你有嘛。反对的住户其实大概有半左右是属于一楼的住户，那一楼住户这边，因为其实我们在更新案里面对于一楼也是，其实住户如果是他在一楼，他常常也是对于更新是会有反对的立场，因为在更新期间他的一些商业利益，或者是他原本的他可能一楼本来有一些增建的一些面积，可能在更新里面他都没有办法做一些合理的在补偿。我不是说有在做没在做，因为我们要拍这个赞成跟反对这两边的意见，我都会去了解。我了解，我没跟你说我疑心不安。他说他给你的无公平，他说要给你跟他们同样的，你可以跟他们同样的条件去跟他们算。好啦好啦，哎，千万不要把你们的权利送失去哦，哈。不可能的啦，在咱人哪会讲权利的？对啊，你一定爱去听哦，吼、哦。因为伊即马有发通知单，你敢有收到？您最近敢有收到通规划的通知单？我
最后一届开会，敢若是十月初四的晚啦。谢谢。我有较加无啦，反正。无影啦。谢谢哈。谢谢你啦。你有没有收到开会通知？最后一次开会通知。他现在有那个补助款花不完，他就用那挂号给我，不理他。哦，挂号的原因是因为要有证明说他有给你们信，这个我们区公所在寄信给义南也是要这样，一定要双挂号。啊，南桥也要桥啊。对的，啊，他又不来参与，阿贝让他桥。李主任讲，八月要到位去。退钱了，把那个钱通通退回来。不收嘛？他拒收，拒收的是收。我们怎么跟他协调嘛？我即马十二号，我搁开去验厝的哦，都要决定讲要当时收，要挂钱，要挂钱哦，要挂代差的钱。已经从拖要开半年来，互人骂啦，互人爱甲厝甲搬走，搁互甩，我减摊几落万来。哦，啊，阮即摆无法度，阮即摆是第一单，等于讲这真可惜啦。恁咧，恁敢若欠差讲同意啊，无同意啊，单签出来尔，就差，恁两间就差百几万啦。啊，恁若无签，完全讲你讲无置之不理就对啦吼。啊，阮继续动作最后做，恁这百几万加了。啊，恁若要搁较大间嘛，要较大间嘛会使啊。即摆搁较大间个厝会使，恁会使迄落，会使搁。你若当并入啊，恁两间若并入过来啊。迄个张俊前佫寄一张单吼，讲王家花吼，王家花因两户，因咱李叔是阿伯李叔啦吼，因两户，顶两一户顶两户合并吼，啊人确实伊即摆换出来，我拢家己签收吼，伊即摆上最后一个啦吼，已经两户换存一户来，在上个月已经抛弃了。当初就是吼，这个时机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文化，迄阵啊较无人要买厝嘛，啊经济也无好，啊无人讲无人要买嘛。啊，变做惊讲无人买买起袂起，就讲啊，啊，就恁若我大买，就捡啊大捡的，啊，变做合并嘛无要紧安尼。啊，去啊，到即卖人就知影讲啊，都市建设就真夯吼，啊，大家拢要安尼做，啊，做变做袂歹吼。你只要来填后壁遮的手续，吼，甲遮单，吼，该填的遮单，该同意、该配合来做的遮工作，其实你只要是跟我了解嘛，包括你的风险管理费吼，一户四十八万几，一户四十七万几嘛，遮就达到十二万。啊，佮另外一个是讲，因为即摆基金会要请市政府吼、哦、来合作要拆遮个厝，所以爱交予市政府就是遮个作业费用吼、哦，一户差不多爱20万。不同意的住户都没有来，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来？就是陈振明拢叫卖了。我好就是叫伊来听者，结果伊就无法度来。那恁阵啊，土地咱才到三万几块尔，咱到有要到十平的土地，不可能吧？恁两万几哦？两万四千几？我买3,000，3万3嘞。那差多少？我较大平，你较细平啊。哦，你讲较大平，较细平。哈哈哈哈哈。我讲这问题，十年来拢是绕着这两个问题。对啊。我们没有人去想解决啊，东西。马英九咧做市长的时阵，张俊成当庭伫咱的李进办公室甲市长陈情像韩正义讲两点问题拢讲过啊。马英九当时蛤蟆上下令地震处测量大队来现场测量过，没有17坪的问题。那更新会本更新条例规定的清楚，你那个违章使用的补能给你补贴费用，不能以你那个违章的来给我申请补贴费用。这个，而且市政府有正式来公文，都贴在那里，贴了 N 次了，就这样。你看，这个大家拢直接搞我灌海，六月要拆，八月要拆，十月要拆，为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我说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你的问题。又是我的问题。对啊，你拢讲叫我干嘛骂你啦？卖散我。我讲你有切问之心吗？是。我讲你有切问之心，你是爱在人咧挂钱。对，所以说就是我啊。我拄只在讲这句话。病干我拢忧郁症造成，讲老实话，恁阿公唔知我迄段时间是安怎病到要死，所以两抓唔敢去开会就是安尼，对无？啊，好啦，赶快再选啦！我不想再做了啦，你再搞恁嘞，你再一个一个按爱过。了解。那个
当前月叫叫人家当小姐啦。哎，你这叫高龄美丽的时光。讲好简单，我人听袂无，都可以讲啊。本来就刚刚本来叫三点半了，三点半了，本来那个就结束，好不好？我等一下，好不好？他哦，就是他反对的理由，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透过沟通，可他就不愿意沟通，哦，不愿意沟通。那每次来开会，哦，就是吵吵闹闹。再加上这些住户在这整个公听公展的这个期间，应该反映的意见也没有去反映，然后等到计划都已经尘埃落地了，要想要去推翻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他的难度。地主自力更新，它的游戏规则是公开透明的，哦，没有什么可以黑箱操作的这个空间。住户呢，对于这个参与更新的基本认知不足，又把里监事会当作是建商，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案子推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致命伤。我是认为这个案子应该不会说在那里焦灼不动，因为这样的话对于这些同意的住户来讲就不公平了。这个更新案为了要往前走，他只能取一个多数议决、多数决的结果去继续往前走。如果说当时就是为什么选配，就是以你们的理解，选配他一直在做一些调整，就是因为一直在不断的在满足一些少数人的一些意见或者是需求，以至于这个事业计划他在93年就已经核定了，可是却迟迟一直到96年。才正式的提送了权力变更计划，甚至也并同变更了事业计划。这么长的时间点都是在做你们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那他一定要有一个 deadline， 他不可能无止境的因为某些人的意见一直在延宕，所以后来更新会不得已只好做了一个大家多数人同意的一个做法，让这个案子往前走。那这样的结果势必还是有些人不满。如果我今天我就是不签，那政府拆完之后为什么还要恰取我的钱，就是我还要付什么费？不是，是说36条的执行哦，拆除费。36条的执行有一个行政的费用，那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办法，因为要执行36条，对我们行政的人力资源是很大的耗费。因为有警察啦，动员什么什么东西。对，我们上次去文山区已经拆了一个第一个执行36条的案例。那我们也是动用警察权、消防队、救护车全部都待命，包括到我们自己的人力。当天他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可是我们动员人力上百人以上。这个社会很多元啊，所以什么叫做公平，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在。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求取大多数的共识，多数的认为的公平。可是它不是绝对的。